开通。有没有跟你一样26岁还没老婆？大哥，我都快30了。你还26岁呢？我都30了，你还26岁？我在跟别人相亲，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我是打游戏的，然后别人就说我是个傻屌，然后就走了。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。给你一刀。OK， 压他一个小兵经验也可以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那给我 A 一下嘛，大哥，求你了！但是一下烈火都 A 不出去，这哥们石头人是真离谱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，杀一下兵 A。哎，你要是给我 A 得到的话，那你们，我刚好想说不能 Q 加点燃，插一下平面伤害，然后他还回头了。于是我果断出击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把他兵线往里面拉。对对对，就得这样拽他兵线，很舒服，很舒服啊，一拽就进来了，很舒服。那这里给个眼，他们打野刷石头人，我就能看得到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那你相亲顾顾顾吗？我顾的呀。他一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就顾顾顾顾，然后他说我顾你妈个头，然后走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没素质。被割开的喉咙，抓不死算了，别影响我兵线，大哥。真抓不死呀！怎么不掉血？他实在是太肉了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进。你们广东那边30多岁没结婚的多吗？都差不多呀，哪里都有30岁不结婚的呀，多不多我就不太清楚了，我也没。挨个去问，哎，你有老婆吗？哎，你有老婆吗？怎么可能？为啥不走？因为兵线会被卡住耶。屌毛卡我线。好烦呀，跟他妈狗似的。我看野怪有没有被反。没被反，那我来反。他不反我反，把这线推了回家。妈的，没炸到他，烦得很。炸到他死了，炸到我就直接开大了。他伤害不够，这小子有魔汉的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。又一个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。妈的，乖乖回来给老子 Q 一下！杰怎么又来了？我走不了。走不了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走。被割
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生。 SQT 吃塔钱喽。没人管我，真爽！我操！岩浆海水中重生。又一个！我谢。What the fuck? Holy bullshit!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What the fucking doing? 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忘记。W 没摁出来，操嘞！老子能被劫秒了，我是真够把垃圾，我操！我这波像他妈个 WiFi baby。正常来说，那个劫这波肯定带下路。我他妈忍你很久了，你造吗？你造不造？我忍你很久了，牛逼！他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他们打不动大龙哦，女枪这装备很好，他们可以打大龙，女枪装备太好了。我要一路。小龙吧，女枪这装备太好了，打大龙确实有点快。这女枪不是本地人，不像。这分段没有这种实力的女枪。就知道他会抢那个桶子，我直接不炸桶子，选择滑铲搭就很对。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，不要相信必要机会。我就赌他会 A 那个桶子，他如果不 A 那个桶子，他一直点我，我真的会被打死。你们觉得呢？他是不换目标，一直点我的话，这我怎么也掉了这么多血？怪我，我是啥都没干呀。哎呦，闪现了他！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不好追，直接被秒。把他们扔给鲨鱼。好吧。
终于逮住你。我不要大的，他后面队友还会过来的，我这得蹲他们女枪，或者去蹲他们塞拉斯。完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操作傻逼了我。我第三个桶准备摁出来，刚刚石头人又活了，走了，石头人活了，一头撞死你。妈，他这个一怎么有感觉有点痛呢？怪我，不做坦鱼了，我这把要自保。杀他杀他，哼，还切我回血包罢了，你们都只是我的回血包。因为石头人就秒不了你。嗯，看他换不换装备。你还没见过血吗？我操，那坦雨伤害确实不够。